出生时位未时十三零零至十五零零，此时出生的人父母情缘不足，有情无缘或有缘无情，夫妻一失和，未劳碌命者，早运即见财运，中运惊恐险恶，晚运财路有余，宜于从事工商事业、流动性强的职业、航运等等。一生的最终结局，此命一生要奔波，成家必定要离祖，自力更生是上策。为人难免不聚财，财来之后必分夺。出生时位申时十五零零至十七零零，此时出生的人为离乡背井之命，早运不顺多乖违，兄弟姊妹中有折损夭亡者，亦有元宝者，夫妻偕老，向善则进贵，晚运大好，宜从事文化教育事业，是宜文科。人生的最终结局是此命生来带桃花，男女淫乱不由他，男命必须离再娶，女命必定离再嫁。出生时位酉时十七零零至十九零零，此时出生的人为有福人家，但六亲关系情缘多变，难为人之子女，难为兄弟，难为父母，也难为夫妻，诸多情愫纠葛，早运反复不定，中晚运则佳，多才多艺，对玄学艺术感兴趣，诸公文艺很容易成功。一生的最终结局，此命婚姻有乐灾，半路夫妻两分开，夫妻不能同长久，必须提防色情灾。出生时位虚时十九零零至二十一零零，此时出生的人为清秀俊美之人，聪慧伶俐，一生有福，但见运程有所起伏不定，初运中运平安吉利，晚运能得利于祖产或掌上之余音，适合在出生地西北方向居住求学发展事业，适宜研究理工学科如兵工化学一类。一生的最终结局，为人天生性聪明，不用学习能自通，初年没有中年好，平平安安过一生。出生时位亥时二十一零零至二十三零零，此时出生的人为人心直口快，一生勤勉劳碌，也易招惹是非，早运祖业难守，晚运财力吉祥，晚景一家美，适合从事公共机构和慈善团体、宗教、医院等等。一生的最终结局，此命生来福寿多，为人积德又行善，中年富贵双双来，晚年生活气神仙。出生时间位子时二十三点至一零零，此时出生的人个性刚强，性急，做事意见反复不定，招惹是非之机会大，父母妻子支柱力大，是具有白手成家之能耐，适合前往出生地的北方发展事业，利于求职求学经商，在这个方向发展会有贵人出现，能带来好运。人生的最终结局，此命生来不一般，一生贵人跟着转，生来心软面又善，老年生活似神仙。作者微信 1953633142。